这个哎 ，Yuri 是啦啦队对不对？是，对呀 ，Latin Girl 啦啦队女生。来来 ，M Go， 哎呦，哟，直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现在妹妹们都太厉害了，掌声鼓励，这一种你会吗？哎呦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舞步叫什么？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舞步叫什么 ？Juby Juby， 这是滑步。OK 啦，好，正面的舌部，预备，请。不是，金伟伟，哎呀，可以看，哎呀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哇，对对，就这一种，哦，够，哦，哇塞，太好看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哦，舌部了，哦。美女的功课已经要那么好了，然后舞蹈还可以跳很好吗？真的吗？可以。而且他们会做那个鱼药，是不是叫药子？也不是啦，药子哦，那鱼药是什么呢？鱼药，阿美老师专场，对，这个叫鱼药啊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决定要穿制服来出战？穿制服来参加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穿制服跳我们的舞会看起来更利落，然后也可以更代表我们自己，要利索。因为锁舞是要很干净。哎呦！哎呦！好帅！
我很喜欢你们后面那个圈圈那个绕的那个能量，然后加上你们自己给的情绪。啊，你不会去参加丰年祭？对，丰年祭现在要跳这个。大家可以加入这个一起。给每一个小小的建议是，每个人在抓角度的时候，可以再细致一点，然后跟力气的收放。对，因为像这种拉平，就是你在跳的时候，其实线条是比较容易雕的，跟可能前面几组跳 hip hop 它的 grooving 其实的方式雕的方式大概是差很多，但是你们要想出你们的优势是什么，然后把那个力气再丢，我觉得可以再更完整。哦，来 Nike 老师 ，locking 本身就是一种很欢乐的风格，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他们有抓到那个精髓。但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瘦弱，你知道吗？女生对他们的力量，然后很多人都会有个错觉，就是你是在跳手部的动作，但其实你要从身体出去，它是一个有 grooving， 对你的那个你的行程，你那个过程是要做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他们现在可能还需要那个力道去把它打出来，现在才差那一点，就是女生的那个瘦弱，可能要大家可能要健身一下。可是你刚刚做到四分之一拍哦，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，一 n n 二 n n 三 n 那个脚步，他们有做出来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其实以初学者来讲的话，现在能够对到一 n 二三 n 是已经很厉害了，然后三连音这种的就其实蛮困难的，可你们刚好做出来蛮厉害的。请给分，九分，差掉没有？小绿绿。好高分啊！25.5。好哟！真的，我觉得他们是认真，看他们膝盖，对，一直在炸地板，是红的，一直在炸，一直在炸，那声音很大声的，对，蛮喜欢他们表演的。然后再就是结合到一些就是非洲元素在里面的，我觉得很棒。哦哟，这分数有高的，而且他们非常用心。你看，这包括服装，当然这么大的比赛，你是不可能直接穿着校服就来嘛，怎么可能呢？小绿绿，小绿绿，没事没事。